不会又是宋女士在旁边吧？哎呦，是的，Hello，Hello，猴哥，这，你是 CK 吗？走，我是隐形。好嘞，是死鸟。你呢？大强，大强是 CK 啊。啊，大强。OK， 我做好了，我做好了，我做了任务了，我也做任务了，我服了，我做任务了，服了，服了，服了，过来，服服服，走走走，直接走，太服服服，太，我起，我带他走，我带他走，好，做任务，做个任务，好嘞，哈，斗鱼故意逮到啊，在这个广场的左边啊，当着我面。啊，把这个包包给刀了，这轮全票打飞，他还是归票位，我直接不听，摘耳机到他这个位置啊，我直接不听他说话了啊，过。哎，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来广场的时候，马老师也是广场，他直接往广场那个鸽子头像一站，说做任务，我说马老师有没有可能这个任务是狼人任务？他一听到，哎，不是不是不是，然后就溜了溜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跟福，然后就去真心换真心了，好吧？我的身份已经拍个福了，为了以表诚意，好吧？但是福的身份我现在不知道，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我的身份必须得给他知道，其他没了，我觉得可出故意过了。我是没有看到那边视角，我是跟猴哥一起出生的，出生走到人群里，我们就走散了。我最后的视角是叨叨和小温都说我去，我们俩上去下面对身份，我就没有人对，然后我就往那个广场的右上角走，然后走到那里就报警了，没有那边的视角，听后面怎么说吧。过，那就是孙悟空和斗鱼故意的局，那就 Michael 交给他们，我把一首小温都办好啊，好一半，好一半，过。因为我本来拿刀刀去真心换真心，广场确实有很多人啊，也遇到过猴哥，然后大强是最后我看到他在红灯区的，我们三个基本都在红灯区吧，我跟大强还有刀刀，然后这个时候拍警了。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他的队友应该也在那附近啊，我会投故意。等一下，在我的视角，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刀的，是当着猴哥的面故意在猴哥面刀的吗？因为在我和九月的视角里，故意是跟我们一起在礼拜堂门口的，九月是一个肉质的情况下，你们打不动，你们要如果打我们三郎是不可能的哈，因为九月是个肉质，我直接去礼拜堂跟他报了身份，出来在门口，我们在门口跟故意沟通，然后让故意跟九月报身份。然后我们在拍景前一直都在礼拜堂门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要么就是故意之前到了，要么就是有身份窃贼，或者说是那个变形男变成故意然后去刀的人啊。还是要听故意发言的。过。我和阿福一起出生，我这把只能保阿福，应该是那么一张好人牌。然后我跟着他和太医，是吧？太医，然后到了那个码头那边，但是太医没有报出他身份呀，我在后面听着，没有报出身份来。那阿福和我出生了之后，然后我想跟他对一波身份，但是他挺怕我的，然后对了一半，他说还没说出口，他说我感觉我在等 CD， 他就跑了。那如果他是一张狼人牌，我可能嘎在这，所以说阿福应该是那么一张好人牌。那这局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听一下故意怎么说吧。过了。绝发言啊，首先这一轮我是肉汁啊，出生在广场，然后秀凯给我报过身份，然后最近临了就是最后临了报警的时候，斗鱼故意是在我们两个的视野里面，所以就不存在说斗鱼故意面刀包包然后在广场那个位置的城市广场那的事情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一轮怎么样都打不到斗鱼故意的，斗鱼故意肯定不是开这一刀的人，要么是有外置位的变形狼去出的这一刀，要么就是猴哥刀到脏东西了，然后呢太医是猴哥的狼队友，然后跟着顺踩，想要把斗鱼故意这张牌踩出去，结果没想到斗鱼故意在我们这边抱团，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打我跟秀可爱，还有斗鱼故意是三郎，对吧？我是肉汁啊。然后这一轮听下来前面的发言，好像外置位的牌有阿福，阿福是跟贤成月一起抱团，然后最后走掉了牌。然后松井儿，我没有听清楚他大概是在哪里，但其他牌都是有抱团情况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轮其实我是更想出这个报警的孙悟空啊。过。好的。开局我是因为和前成员的理发店复活的，但是我们在大强能不能把这一管都给我说没，他是有点
忌惮的，所以我就一直走下来遇到了太医。但是当时我们的团队视角里面其实是有朱大强的，走到了大概港口位的时候朱大强后退了，但是这时候到了港口，所以只剩我太医和钱春月，但是这轮不是我们的轮次啊，朱大强其实应该也会有案发现场的视角吧，所以就过。我有，但是我在的时候还没有案发。我最开始说是因为说太医说他带队嘛，然后我把这一会儿的给我说没，快喝快。但是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因为跟着大部队走就被三郎刀过，所以我当时后退了，我不敢跟了。然后我往回走到广场的时候，我听见斗鱼故意说他也能带队，他一直叫人出去要带队身份，当时修可爱九月都在场。然后在我这边看，我其实更会偏向孙悟空一点，理由是因为首先宋金儿说他没有视野，然后孙悟空是一跳三去打的，而这三个修可爱斗鱼故意和野猪九月他们仨是跳起来打孙悟空的一张牌。九月虽说他是肉汁，但是更像是三个人给我四我没就直接把在面前的两个人刀了，给我把这一管能给他说没，可能手速没有孙悟空快，所以孙悟空直接报的警。一跳三的力度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所以我其实是想投斗鱼故意的。好好好，而且在饭堂的时候我听到斗鱼故意说他要带队要叫人出去，那他直接刀了包包的理由又是什么呢？但是我当时看场景我也不敢跟斗鱼故意，所以我去了红灯区看见了小温和贤成月。好好，哎，小温和杨刀刀，所以我归票的话我肯定归斗鱼故意。我觉得应该是没跑的，我直接点票了，拖时间没有用，全票倒飞太医朱大强定了。哼，就这气势你信不信我吗？哎，大强没有用的，不会有这帮人。大强拖时间，马老师没有说还要我没有我是强逻辑，我直接弃票了。马老师你懂吗？我都没投票啊。马老师还有天，马老师做了个业务，我做了个业务，我做业务。大强武功太医，我做了个业务，两个硬度条，他就两个进度条，两个进度条，两个进度条。哎，你做任务了吗？对，我做了个任务，两个进度条。斗鱼贵，他两个进度条，斗鱼贵，贵贵贵了。三郎三刀啊！三郎三刀。谁刀的？没看清。我的手速非常之快，因为我知道要出事了。哎，太医没了，陈月没了，是这样的。在我的视角，刚刚我一开始只听猴哥发言的时候，我以为是故意刀了人，但是到了后面的发言给我反应过来，九月他是肉汁嘛，他认肉汁，然后而且修可爱能爆出他的身份给他，我觉得大概率，而且没有肉汁跟他对跳。我跟刀刀全程这一块，大强刚刚在上一局的时候明明在案发前他是在我的视角那里的，在红灯区他并没有看到什么案发现场，但是他拖时间太明显了，他应该就是一直定了。我觉得可以出这个大强或者是孙悟空都可以，只要故意归票都行，或者九月归票，他们给我感觉就是三郎了啊。过。还有前面就是你们说，如果说如果猴哥不知道，我刚才没看进度条，因为里面太混乱了。如果说里面有进度条，那猴哥可能就是好的。但是上一把就是太医这把是被刀的那个人是吧？猴哥和太医是一起，说明太医是被拦刀的那个，或者说是被好人刀那个好人带刀刀掉的那个。但是上一把故意跟我和九月是在那个饭堂的那个礼拜堂门口那个广场，我不知道你们的案发现场是不是在城市广场。如果在那个城市广场，如果猴哥看到了另外一个故意，那么你们其他人抱团里面是不是只有宋金儿一个人是没有人完全能保他，而且他说他在城市，他在广场的什么右上角，那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做成那个变形男的可能，对吧？你们其他人三个抱团又有视野的情况下，然后猴哥和太医报警，我和九月和顾一起，而且九月是一个那个上海报肉汁身份，你大强前面发言说质疑了九月这个肉汁不知道是真是假，这一点在我这里就不做好啊，过。绝对发言没错，就上一轮本来是猴哥和故意的两张教练牌，但是朱大强在临了发言的时候就摁拖，然后打我跟修可爱还有故意三郎，但我们三个人是在那个城市广场那右上角的，就不成立我们三郎好吧。然后我是肉汁，然后感觉朱大强上一轮就摁拖，所以我觉得这轮其实是出朱大强是稳的，但故意可以归个票好吧，就不要分票了，我听故意归票吧，过。
OK， 朱大强这一票我也是，我感觉是可以投的。太乙上人给我报的身份，他是很有诚意啊。他说他的身份很硬，但是他记了。他不是，他给我报的是他是飞狼身份啊，但是他这一本没有看到，因为大家应该都没有看到是谁杀的，所以就交给朱大强狡辩吧。我不是摁拖，我只是话有点多，是因为我想提供大家更多的信息。那我盘得很清楚，我这边的视角，这就是斗鱼故意吗？啊，我过了。升堂，上来就做了个任务，我一直在说顺快，听到了，他说他做了个任务，而修凯，你想一下，那么短的时间，我就看到了你和九月，你觉得我的 CD 够吗？孙悟空报警一上来他就说是我杀的，但是在进入游戏界面的时候太医笑了，你们还记得吗？其实就是他一上来碰到我偷了我的身份，跑过去变形直接面刀，而孙悟空他误以为是我刀的，他看到了我的身份，知道吧？所以孙悟空一定为好，他的情绪告诉我他很正，然而且进去两个进度条，上轮在最后发言的时候朱大强在拖时间，你们感受到了这一把他已经不挣扎了，对吧？王朝马汉虎头铡伺候我。好，马汉在这里，我跟你们说啊，朱大强应该是一匹定狼，但是啊，刚才就是贤成月这刀我看着了，贤成月这刀他是宋京开的，这一轮可以出宋京，你知道吗？朱大强他开不开刀，因为我还不太清楚，我做了一个任务，上面一共有两个进度条，那就是太医是狼，然后太医被谁刀的我不太清楚啊，但是贤庭月这刀我看见了，宋京刀的，宋京在人群之中混刀，那么这一轮一定要全票打飞这个宋京啊。然后斗鱼故意在我这儿好，他做了个任务，九月是幼稚，我也做了个任务，两个进度条，我们三个挺好，修可爱这个发言力度还没有问题，小温他是报警人，我们放一放，那么也就剩谁呢？剩宋京、福尔摩斯、朱大强和杨刀，这一轮我们出完宋京进去啊，朱大强来饭堂领刀，领虎头铡，吃得了我啊。出不了我呀，我是没完全没有动刀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变心了，猴哥又看错了，我都没有动刀，然后我是跟着人群一起，而且上一轮就是我的那个视角其实有刀刀可以给我作证，刀刀是末置位，我觉得他可以归票，那大强这个都是自爆的发言了，那他肯定是个狼呀，应该出定狼，那猴哥你不知道你是看错了还是你想乱踩一下呢，那你在我这的身份应该也是中立及中立以下的身份，你拖我是绝对绝对没有动刀的一 个牌，而且我刚才出生的时候应该跟刀刀一起走到最后的时候应该也有刀刀，我觉得刀刀可以帮我证实一下，我绝对没有出刀，不知道是不是变形了，过拖呀，挣不了，但是猴哥分票了，不要听猴哥分票啊，故意点的朱大强，我们一起点朱大强，先把这个坏人出出去之后再说好吧。好，你分票孙悟空，没事啊，是偷任务的了，两坏偷我任务，偷两个任务，我偷了两个任务了，王老师啊，任务窃贼，我做一个，我做一个呀、啊！你偷了一个任务，我偷谁？那你为什么要分票？你说我偷谁？你为什么不是？那宋京为什么分票？那宋京开刀了呀！不是，这宋京开刀了，来来人把宋京刀了。两个任务条，宋京开刀了，我说的没问题吧？两个任务条，两个任务条，刀宋京，刀两个任务条，两个任务条，肯定是好人。刀宋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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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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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牛！不是，但是后面倒的那个鸡腿是怎么回事啊，猴哥？啊，不是，九月是怎么死的，猴哥？就是，但你也不做好呀。不是，可是你有任务条，谁在你旁边，或者说谁呀？谁反正故意在我这里是挺好，因为静儿他很奇怪，静儿他一直就是要去，就感觉要刀猴哥和故意，我就说静儿要动刀了，在广场大家跑来跑去，但是九月是一个舔肉汁的情况，哦不对，哦猴哥那这样上养老保险，就算是你刀了，你应该也是个好人，反正我是好人带刀，我给九月报过了，对吧？我铁站九月的边，铁站故意，我是不是好人？但是九月也死，我刀的是那个金儿啊，故意还是故意归票过 ？OK，
我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证据。太医首先他是鸽子走的，应该这一点他应该没有骗我，所以说故意刚才的身份我觉得是无比正。但是虚无猴哥刚才这波分票让我还是心存啊怀疑的，这波还是挺故意的归票啊，我这清采一下猴哥过。故意发言，上一把因为有两个任务条我做了一个，所以呢我觉得悟空是为好的，我以为是太医到我的，对吧？我在想悟空他不会这样来张吧，对吧？然后又有任务条，不得不信。难道说你们上来有人做个任务，对吧？哦，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原因是我上来我在那喊我做任务的时候，悟空他在旁边他听到了，他也说，哎，我也做个任务，假嘎嘛嘎的。进去两个任务条，其实那个任务另外一个任务是贤臣越做的，上来他就死了，所以没有人再说做任务了，对吧？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啊。修可爱，这个刺客浪已经死了嘛，朱大强嘛，对吧？修可爱不用担心，你阿福没有报身份啊，对吧？可能你没有想到刺客浪死了，对吧？但是你等会就可以报了，我先报，我是殡仪员，你后座位的刀刀和小温必须得报身份，没有问题的吧，对吧？所以孙悟空很有可能是偷了任务的，偷了贤臣越任务的啊。然后你孙悟空如果说你是好刀，那么修可爱这一刀，对吧？你又怎么解释？好，你说你是正义也好什么也好没有问题，那我们死了这么多坏是不是可以排刀口，对吧？没问题吧啊。所以修可爱你不用听他这个洗你脑壳啊，跟你说任何东西，因为就算他是好刀我们也可以赢，对是不对啊？他可能跟你说什么进去我们两个你是我啊什么的啊，不要听他，肯定要洗脑壳啊。排刀口过出孙悟空。哦，马老师排刀口肯定没有问题啊，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局呢肯定有一个深水，要么是狐要么是狼。我呢我也直接报身份，我是那个复仇者，你知道吧？我第一轮我就说我做任务了，就是我们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我就说我做了一个任务，贤成月他是第二轮死的，你想想是不是？贤成月是第二轮我看见宋金把他给刀了的，我刚才复仇我是一直站在那个宋金旁边的，我怕有人就是刀不过的，或者他把别人刀了我就给他刀了，晚上我夸一下子一吸住了，那九月把我刀给我吸住了，你知道吧？两边两个任务条我直接说了我是复仇者。我们来分析一下啊，你看啊，修可爱肯定是好人，对吧？他报警，然后呢，他把宋金人给刀了，肯定没问题。马老师在这个位置，狼人可以变成他的这种模样，我觉得马老师应该也是好。那么剩羊刀小温跟这个福尔摩斯，其实真不是那么很好盘。我看看啊，羊刀他刚才是一张。说朱大强肯他归朱大强，那羊刀肯定没问题。小温的话，小温也差不多。其实那在我这里可能就剩福尔摩斯了，我们这轮投福尔摩斯没有问题吧？我们这轮把阿福给投出去，我是复仇者啊。因为你现在排刀口也可以，其实也没问题，但我好人你投我干啥呀，对不对？过。不是修克这刀肯定能认的呀，朱大强打动死的，对吧？你孙悟空和故意两个交第一天的焦点位，两个人都没死，搁这唱双簧。但是故意能信，因为他做了一个任务。孙悟空能信吗？他刚刚在那排好人，排好人的不一定是好人啊。说实话，小温都第一天和第二天基本上跟我在一起，我可能会信小温都归票。小温都你归一个，我觉得可以报了，我是跟踪者，过。哦，小温都发言，等一下，兄弟们，我的 CPU 骚扰，但是你们要听我说，一定要听我说。不要投故意，为什么？他穿我身份，虽然在穿我的身份，我是殡仪员。他刚说出殡仪员的时候，我直接惊呆了。但呢，有可能是个鸽子，因为太医不一定报给阿福，是他是鸽子，不一定是真的身份。阿福刚是跟我在一块的，而且在我这儿，其实阿福、羊刀、九月、修凯都是唯好。故意的话，他是做了身份，并且肉汁能保他第一轮的牌，说明他是没有带刀的。那么这个孙悟空在第一轮的时候，他报了个警，他去踩了手故意，但是这个时候大强跟他明显是一边在拖时间，想我们把这个故意投出去，而且悟空是不停的发言，直接投票了，所以我觉得悟空排刀口没毛病，我的坑位只有猴哥了，我要投猴哥，我不投故意，过。晕了，
我这做任务能给我投出去了。我不是兵营员。哎呦我的天！福尔摩斯，你是什么身份？我是侦探。好，福尔摩斯侦探。你是侦探，那我是什么？游戏结束。啊？嗯？还没结束呢。哇，前辈真好，没有，还有个铁活。哦，还有个铁活呢。对，他事业心太重了呀。哇，我真的尽力了，哎，我的妈呀，我说了好多话呀。你来我讲嘛。我把我这辈子发言都用在这场上了。哎，我也觉得啊，哦。就摁摁头。真的硬座。餐馆。真得学吧。OK， 我任务都做了，任务都做了。好的。你看，你让你们开个什么？我开关门任务开的不太好。哟，那就给他们关外边呗，窝棚。嗯，刚才在做完了，好了，坏了。我给他关了，坏了，哎呀，哦豁，小文呢？哦豁，小文被羊肉吃了，哎呀，被羊刀吃了，我以为他们谁把他吃了？没事，羊刀是笨蛋，你们到死都没有怀疑孙悟空偷了我的任务，我是还等等等面火，没有啊，我甚至真的觉得他是个复仇，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们都没有人怀疑，猴哥到了加拿大吗？没有啊，不记得我的任务欠谁？是不是前程院做的任务？不是啊，包包做的。哇，猴哥，包包做的是吧？打得好呀，猴哥。我不能死了，我受不了了，我看的高血压了，我受不了了。